What's up, guy? Nick Captain Canini. 今天我们在 Rancho， 今天是个 Rancho day， 然后我们 three job 都在 Rancho。The first customer， 他有两个 rack， 然后被宠物严重污染过。现在我们已经清洗完了，还有楼梯。OK， 是我的 repeat customer。OK， 我看一看一下。现在是楼梯 ，camera gray。好，现在隆重为大家介绍。这两块 brand new 的 carpet， 你可以想象是被宠物严重污染过，然后充满了 urine steam。Oh, beautiful, beautiful. OK. Oh, beautiful. 好，你看，我们可以看这里还有一点黄黄的这个印记，这是很大的一块 area， 现在已经清洗完了，然后我们会做最后的处理。OK， 我们让它先浸泡。OK， OK， 因为效果非常好，客人决定做 protector， 用 3M 的这个保护液，然后对地毯进行保护，因为他家里面有两条狗，可能随时都会在上面撒尿，所以做完保护之后，你就可以看见地毯上面有一层防水的膜，这样不管是 urine 或者是什么 coffee 啊，或者是什么小孩的饮料啊、颜料啊，倒在地毯上，你就可以自己马上处理，用一根毛巾就可以擦掉。所以我们建议地毯这两块都是羊毛的，对，这种高档地毯、中高档地毯哈，还有这个 sofa， 清洗完之后可以立即做一层保护，这样一直到下一年，也就是说可能是2到3年之间，你就可以彻底的保护，没有永久性的印记，不会造成任何永久的印记。OK， 请看一下，哦，差很多，所有的印记都洗掉了，除了这一块黄黄的，但是我已经做了处理。就是说它可能会慢慢变淡，哎，好厉害，哦，说不定可以 brand new 都可能，就这个印记可以，哎，你好厉害耶。我跟你说过我有 upgrade， 超强，上次还没有这个效果这么好，因为它在烧木头上，对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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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些几乎所有的能看见的这一块的，对对，这一块印记应该是现在你不用管，我的上面是一种药水，现在让它浸泡，我这个药水是 walk away， 就是你不用管它自己会蒸发掉，然后没有任何 residue 在里面，对，好厉害，对，所以这一块的话，它这可能明天可能会好很多，可能完全消失都有可能。OK， 对，然后这一块地毯要不要上 protection？ 对，我就是问一下。OK， 你觉得？我觉得这样子成果可以耶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改善非常大。如果是很多，我要来照相一下。对，我会拍个 video。OK， customer very very happy。这是我这只小狗。OK OK。
关了。